1月30日晚，张柏芝在直播中被问到何星爷再合作的可能，他透露想何星爷再合作，但觉得应该没机会。张柏芝说，我觉得应该没有机会吧，因为他说他不会再，我当然很想再合作，可能我跟星爷一起当导演，看他愿不愿意，哈哈。旁边人说考虑一下我，张柏芝则回应，我自己在做梦，你陪我做梦。说起张柏芝和周星驰，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两人曾搭档出演的电影《喜剧之王》。这部电影里的经典台词更是让大家忘怀，那句我养你啊，让大家对周星驰的生动演绎所感动。也有网友评论说期待再次合作。《喜剧之王》讲述对喜剧情有独钟的尹天仇与舞女柳飘飘逐渐产生感情，之后在杜鹃儿的帮助下，尹天仇终于获得机会演主角，但又陷入与柳飘飘、杜鹃儿的三角恋漩涡之中。优酷娱乐全新改版升级，与你一起破圈前行。还有我最新的娱乐资讯。